帮我带上来，我坐在，帮我带起来哦，来。来，这个导演这次也在金马奖上应该算是一个奇异旅程了哈。来，请导演帮我们聊聊，在这一次金马奖在这个入围项目上，以及呢能否简单的来跟在座的这些影迷朋友、媒体朋友们讲一下，《查无此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电影呢？大家好，这个《查无此心》这次能够入围这些大奖，其实真的挺开心的。那当然还有很多我们的奖项，譬如说女主角、男主角等等，这些演员君妮啊、小天都非常的优秀，他们也很棒。那他这个《查无此心》是一部弃兄片，我们在聊的是一段被遗弃的关于爱的爱情的故事。今天会在台湾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我相信今天在大荧幕看过之后，大家应该会叹为观止哦。来聊聊唐大哥这个片哦，因为我看完之后，我就马上跟唐大哥表达我的热情哦。这片看到最后变成火线追妻令哎，还没播你怎么可以看？没有，我们之前看的。哦，对，试片看的。来，唐大哥聊一下这个片的类型，很有趣哦。而且唐大哥也是在这些年来的监制里面，合作新导演的项目上最多的一位监制哦。这是提拔后进、不遗余力的一个前辈，来唐大哥聊一聊。曾荫庭非常的优秀啊。那这个电影的剧本去年就拿到了优良电影剧本奖。那曾荫庭其实之前在金钟奖的时候也得过很多大奖，所以我觉得，他从小荧幕踏到大荧幕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潜力跟资质非常好的。那再加上就是曾荫庭刚刚说的，无论台前幕后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我觉得现在都是一时之选，所以能够让这部电影能够一个类型片能够拍得出来，能够让膝关节能够看完之后激动不已，我觉得非常不容易。那我相信大家看完之后一定会觉得很棒，一定会很棒。那没有错，就像膝关节刚刚说的，我们之前跟陈伟豪合作，跟洪柏豪合作，那今天跟曾荫庭合作，我觉得台湾的年轻导演人才辈出，并且每个人都是实力雄厚，我觉得对台湾电影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讯息。是，那个唐大哥提到实力雄厚，我要跟大家挂一下保证哦，因为这个片真的在美术啦跟那些动作设计上真的是很厉害哦，因为这片有很多特殊上的化妆，那应该整体的调性的统合哦。那我想请教美术哦，叶子维，来，子维先聊一聊这片的美术。你是在怎么打点这个相当晦暗，而且令人觉得好像有一点绝望的一个犯罪电影呢？这部电影就是我们在前置其实花很多时间，我们要实地探访一些故事内的角色的场景，所以才可以结合的这么跟演员结合的很好。是，然后动作设计，是哦，来，这片哦，打架的戏可多了，等一下应该要请我们的苦主 Number One 黄登威再多聊一下哦。来，设计动作上呢，这片你又下了哪些苦功呢？我觉得这次比较好玩的是，就它不像以往的，可能像黄土啊，就是打得很精彩，因为我觉得这次跟导演还有各个主创嘛，我们在动作戏故意让动作的部分看起来不像有动作设计，因为我们想让它更写实，然后更有趣，然后不要让人家一看到动作场的时候，哇，又可以打架了这样子。所谓写实感的动作戏应该怎么表达呢？来，登威来补充一下，你被那个阮经天殴打了一长段戏哦。我其实在旁边看得蛮爽的。我跟他打架其实不陌生啊，就是我蒙甲的时候就是一起打过来，然后这一次动作指导真的非常专业，而且我们是在开拍前就一直在训练，然后一直在套招这样。但是我后来开拍前一天，我要去他家，叫小天家，跟他说：“哎，明天要打了。”那就是你记得，就是因为我们都会拿出真实的情绪，就打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他只跟我讲一句：“你自己小心一点。”然后后来我真的现在，因为那个时候套招归套招，但是真的打下去的时候，就情绪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动作，然后我就把我的膝盖撞破，你撞破了，超血腥，我把膝盖撞破，然后大概一两个月才好了。哇，天哪！
拍一个曹子欣还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啊！哎，啊，亚西啦，来，虎城聊一聊哈，因为这个片的一个整个造型上哦，因为在这一次有蛮多特殊化妆的哦，那可以跟大家聊一下曹子欣哦。哎呀，我光是看到那一颗丝嘛，我都很害怕哦。来来来，讲一下这个片特殊化妆部分。这次导演就是那一导演，希望很多剧情里面的拟真跟逼真程度，希望更接近真实案例发生。所以我们中间花了很多时间跟法医沟通，还有看很多真实的案例，然后去尽量还原一些事实上发生的一些写实的状态，然后跟各个主创配合，然后把电影多细腻跟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把它还原出来。是，好，谢谢辅城哦，请各位今天哦带着一颗忐忑的心哦去看《查无此心》哦，我相信各位看完应该会相当满意的哦离开电影院，并且帮我们传一下口碑哦。他讲到口碑，邓威，你刚刚从哈永家一路从那种很好的口碑，要来这边好口碑的电影，我好像都能够在很多好的国片看到你的身影。我要更正一下，刚才有经纪人说，你怎么会在台上讲什么自己是什么跑龙套的职业选手？不能讲这样。对呀，跑龙套是马里奥，又不是你，你什么东西啊你？在这边更正一下，我是国片的画龙点睛手啊，这样就好了。更正一下，媒体记者要帮我改标题。好，画龙点睛手，因为片中登威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你会很讨厌他，哦，然后很讨厌他之后呢，你会觉得说他其实也是一个蛮可爱的警察。我队长在这里，我队长，我是小队长，啊、大队长在这里。来，连副队的都来一堆，哦，来小队长来接着讲，来小队长这是在表现上哦，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抛开过去习惯看到的文艺大哥，在这个片里面他一改那个非常用严肃的口吻。哇呀，每一场戏你跟他对戏对很多嘞，然后君令，你等于算一边在对主要的女主角哈君令，然后又要好好的带领这个菜鸟哦来边说一下在这边跟两位美女合作的过程。其实没有，其实我觉得拍这部电影呢，得力于幕后的这个基础是比较强，因为幕后给我的造型、给我的样子、导演给我的叮嘱。你就大概看了剧本，你就大概知道自己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啊，蔡伟是，因为他在戏里面，对，他在戏里面就是一个菜鸟警察。嗯，那我的老警察一定会跟那个菜鸟警察有很多在职业上面的一个冲突，所以他就比较委屈。大概我只要一看到他，他就会被我骂。真的？对，在戏里面大概就这样。虽然是被你骂，但我们都看得好过瘾啊。没有啦，这个剧本写得好，然后是幕后堆积得好，其实对大家当演员都知道，这些工作都完整以后，对演员来讲，我们只是非常轻松的把剧本想要传达的意境表现出去就好，对，对啊、其实很简单的。所以这个剧本写得真好，让我们看到文明哥哦，不管怎么骂哦，哎呦，都好迷人哦，好想给他多骂一下。因为这个我刚好跟我的女神张钧甯演一起。是，所以就是每天就是很爽的在上班而已，每天都很爽上班，但基本上你都在侧干搞他呢。对，这侧干搞他是不得已的，而且导演有的时候你们没有看到的这个幕后的花絮之类的，是导演还会要我用另外不同于剧本上的态度去骂他，让他呈现导演想要的感觉。对，其实那种骂完以后，我都还会跟君君讲不好意思，就是我其实是很爱你，但我也舍不得这样骂你，但没办法，还是要骂。那这个要麻烦导演想办法让我们看到你那个幕后花絮哦，看一下文明哥是怎么跟女神张钧甯对戏的哈、哦。那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火花，来讲讲菜鸟刑警哈、哦，在片中里面算是一个大家的希望的象征哦。来聊一下自己的角色，那个。我一开始是一开始。就是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我们还在前置期，所以其实那时候导演给我的剧本只有前半段，然后拿到剧本的时候真的就像一个就是菜鸟警察，就是觉得自以为自己可以很聪明或是有能力，就开始在那边推敲后面的线索。是，这个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我觉得就是观影的时候应该也可以享受到这个推理的过程。 OK， 所以你说您收到剧本的时候你还不知道
后面的结局的意思吗？还不知道。哦，那我们也不会跟大家讲哦。基本上，像杰鲁呢，在片中担任，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希望的象征哦。因为整个片呢，在一个犯罪的氛围当中，它是一个很对男女主角来说哦，甚至在一些配角上来说，都是蛮绝望的过程，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爬出来哦。到最后呢，能不能查到那一颗心哦？因为毕竟查无此心嘛，我们都在找那颗心，那个心脏的下落。好，我相信这个心呢，在导演的诠释底下，有非常多有意思的比喻，好，好不好？那我们就留给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媒体朋友们今天的大荧幕收看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有满满的收获。好，谢谢查无此心的剧组今天来到台前，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是。金马奖入围的另外一部作品哦，《查无此心》要来跟大家见面哦。那等一下我们就请剧组的伙伴们全部一起上台，先拍一张大合照，然后大合照完之后再单拍这样子。好、哦，好，那首先有请《查无此心》的导演曾荫庭，请上来哈、哦。好，监制唐大哥、唐大哥、唐在阳大哥，好，都先上来准备拍合照。美术叶子维，来，还有动作洪世浩，来来来，好朋友来，口罩先帮我们拿下来。还有造型，武成，来来来来来，武成来来，请我拿下来。还有张威，来准备上台。还有威力哥，好像杰鲁，来来来，我们口罩先拿下来哈。来，我们先来单单，先来合照一张哦。那，来来来，导演，这片有没有什么动作想要给大家的？查无此心啊，少了一颗心啊。心啊，少了一颗心啊，好，那你们就心里带爱心好了，好不好？好，来来来来来，啊，可爱一点啊，好不好？好，来，大家来拍一张哦。哎呀，这边是一个相当到位的犯罪电影哦，相当好看。好 ，OK 吗？好，那我们先请导演单拍好不好？来，导演，导演请到中间来，分两侧哈、哦，来，导演先单拍一下。来，导演再往前一点，到那个 T 字吧，对对对对，对，麻烦来导演看一下中间，好，好，今年的金马奖竞争很激烈，来导演看一下中间下方那边，好，再看一下导演您的右手边，你的右手边，好，右手边上面还有看台区，好。导演再帮我视线带回来到左手边看台区，左手边看台区。好，左手边下面这边，好、哦、看一下。OK， 好，谢谢导演。来，好，唐大哥说他不单拍了，然后，那我们请美术来，叶子维老师来，麻烦子维来，他前面来单拍一下哦。啊，本片的美术叶子维，在这一次查无此心的技术项目上呢。很多的项目都令人叹为观止。好 ，OK 吗？好，谢谢谢谢紫薇老师，来来动作来，石头洪世浩，来来来来来，好朋友，这边有很激烈的打斗戏啊哈，还有很精彩的开车戏嘛，来，应该都是石头努力设计的、哦。好，来，这也算是台湾在动作指导界。新一代希望了哈，对不对？来 ，OK 吗？好 ，OK， 来，辅成，辅成来拍一张，来来来来来，辅成的一个特殊化妆造型啊，也是现阶段大家很期待的哦。本片算是在特殊化妆有很重要的角色哦，这个真的是大家见到大荧幕看，就知道查无此心哦，少了一颗心脏该怎么拍呢？哦，好 ，OK， 好，谢谢。来，邓威来，来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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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o， 来来来来来，再一次 solo。因为上一场哈永嘉也有他，你可要买一些不一样的哦，对不对？要不然人家以为是哈永嘉继续 stand by。好 ，OK， 谢谢，来来来，队长，那个陈大哥、伟力哥在片中饰演一个警队的。队长一职哦，诠释的栩栩如生。我个人觉得，
可能大家习惯看到林哥在综艺节目一些比较喜剧的形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非常严肃啊，很有杀伤力啊，超强的哦。好，林哥大家，好，下面那边，好，谢谢林哥，来，欢迎陈天如，来。在片中饰演一个有点傻呆的女警啊，菜鸟警察，叫蒋桂刚哎。片中也有相当精彩的演出哦，查无此心哦，还好最后这颗心他又保下来。好，中间看一下啊。好 ，OK， 好，请各位团队来剧组的导演，好，唐大哥，麻烦大家回到台前来，大家来接受访问哦，谢谢。来，那麻烦工作人员，你可能要在中间，你来中间，因为大家太偏了。